博士，你在研究什么？截取代码。博士，这个外星机器人已经在这里很多年了，不是吗？25年。哦，真的？哦，博士说话别打岔。我一直都梦想着能够创造出超智能机器人，然后称霸这个世界。25年前，我无意间发现一艘不属于地球上的太空船，而它所承载的东西令我震惊不已，竟是我求之不得的高端科技。我还发现这个机器人其实并不是外星机器人，它是人类的创作。人类？谁会有这么高端的科技？是未来，这机器人来自未来的世界。这也并非毫无可能。就是这个代码。到底是什么，博士？有了这个，我们的机器人将会脱胎换骨。这实在太好了！我一直研究钢甲人的攻击方式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将他打败的方法。博士，到底是什么？我等不及了。好凶悍的机器人呐！这就是云将。维特，我们非要这样不可吗？是的，阿泽，根据上一次的经历，我相信默克集团很快便会对我们展开攻击。但你一定要躲在书包里吗？如果我们可以并肩同行，那该多好啊！我不能让你冒险。既然默克集团的目标是我，躲在书包里是最安全的方法。哎呀，但是你很重啊，维特。我完全明白你的心情，阿泽。换一个角度想，这其实也是一个让你运动的机会。那还真的要谢谢你了，维特。哎，阿泽，等等。哦，娜娜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不该让萨维斯出现在公共场合。为什么？萨维斯说没问题的。什么？萨维斯，这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根据我的判断，默克集团不大可能对我们发动攻击，因为对他们来说太冒险了，随时会把他们的真面目暴露在大众面前。说的有道理啊，维特，你认为怎么样？萨维斯或许有道理，但我认为还是小心一点比较恰当。你太固执了，维特。我认为固执这个形容词不正确，应该说是谨慎。哎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好了，阿泽，我不和你说了，我还要把萨维斯拿给同学们看呢。再见了。哦，精彩，太精彩了，博士！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从来没有见过动作那么完美的机器人，简直是无懈可击，博士！刚截取的代码。代码？我
我把刚截取的代码上载到云端系统，并且连接所有云匠，这样他们就能同时共享各种数据。博士，云匠竟然能够处理这么庞大的资料，这并不是一般的代码，它能够分解各种数据，然后再自行重组。所以不管资料多庞大，它都有办法去分析计算。难怪云匠能够在战斗中不断的进步。经过这么多年，我终于创造出超智能机器人，是时候了。这下，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是云匠的对手了，真是令人期待。去吧，把那些机器人带回来。如您所愿，云匠，集合。这一次肯定会手到擒来的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新朋友萨维斯，你们看很帅吧。看看，你们看是不是很酷啊。找到他们了。哎，丁奇，那不就是外星机器人吗？快把他抓回来。别傻了，孔石，我可不愿意在这么多人面前动手。那我们该什么时候动手？再等等吧，那些孩子总会有独处的时候，那时再发动攻击也不迟。对对对，等他们独处的时候。我们被发现了。监视我们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娜娜，快跟我来。怎么了，阿泽？哎，慢着，阿泽，我们到底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刚刚发现一只昆虫型的监视器，就在那窗外。你真的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是为了什么呢？当然是为了监视我们，因为我们手上有钢甲人。萨维斯，我们还是应该藏在书包里，别再引起任何的注意。我同意你的意见，维特。萨维斯，那我不就见不到你了？我们不如把这间回收室当成集合点好吗？这是很好的建议。那好，我们就在这里集合，这样维特和萨维斯就不会轻易被人发现了。但是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可要更专心读书啊。没错，特别是机器人课。阿泽，好吧好吧，言归正传，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应对的计划，莫克集团说不定随时都会出现。哎，你有什么想法，阿泽？是这样的，我的计划是，
我们做到了，看来没有人跟踪我们。阿泽，我觉得是你太过敏感了。我倒认同阿泽的小心谨慎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道别吧，各自回家去。我已经等不及让萨维斯使心为巾了。找到我们了，维特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启动战斗模式。萨维斯，他们和一般的机器人有些不一样，他们的防御更强了。试试用你的力量打破他们的防御。明白。他们有很强的攻击和防御力。维特，他们能够读取你的动作，千万要小心啊！阿泽说的有道理，他们不断在战斗中计算我们的动作。我们试试看，同一时间攻击。明白。再试一次，这次必须更快。知道。这些机器人可以同步做出攻击。娜娜，打开钢甲系统，他们需要钢甲配件。钢甲系统传送，钢甲系统传送。钢甲系统锁定，钢甲系统锁定。看我的！慢着，萨维斯，他们的防守有些不一样，或许是个陷阱。萨维斯，小心后面！维特，他们分析了我们的动作，做出相应的还击。
维特，你成功了。不好，维特的脚损坏了。维特，你的脚受到了严重的损坏。我没问题。阿泽，我们得想办法打倒他们。阿泽，快想想办法呀。装甲系统传送。装甲系统锁定。强的钢甲配件，打败他们吧！超音速！成功了，维特太快了，我根本没看到他出手。是啊，这个钢甲配件太厉害了。谢谢你，阿泽。维特，你过来看看这个。这个代码来自钢甲人的系统基础构造。看来默克集团已经有能力复制钢甲人科技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不能确定默克集团对钢甲人的了解到底有多少。从这个代码的设计来判断，默克集团迟早会追上钢甲人的科技。默克集团是要用这种科技来对付人类，钢甲人势必对抗到底。